是1972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，后来又改编为电影《小花》。小说和电影的问世，让许多人记住了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——河南省桐柏县。历史赋予了桐柏深厚的红色文化，自然则赋予了桐柏秀美的山水风情。这里有晨钟、木鼓、香火、佛音，这里有奇山、溢水、怪石、幽洞，这里有我国四族之一的淮河之源，这里还有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。今天，当你走进桐柏县的龙潭河景区时，你会惊奇地发现，大山深处竟然还隐藏着一座瑰丽的宝藏园——东方神木园。走进东方神木园，到处矗立着形状各异的黑色枯木，这些看似乌黑普通的枯木，其实就是一直被人们视为极为珍贵、价值千金的乌木。乌木天然具有古朴典雅、千姿百态的形状，同时又有石的神韵，素有东方神木之称。2018年8月，一棵金丝楠乌木以1320万元的天价成交。这些黑色的乌木为什么能够价值千金呢？归纳起来就是三点，第一点是稀缺性，所有的东西稀缺的东西就是一个就贵。第二点不可再生的性，这个呢就不可再生的自由，它你要能再生吗？要那通过那几千年的表演啊，没有了那就没有了啊，不是那讲就是说能够长出来啊，我可以再生，没有再生的。第三个优点，会变形，会重种，它可以流传的下去的，这些优点是一般的木材做不到的。